今天是旧金山2021年的5月12号，我就想起来好多年前的5月12号啊，那应该是2008年吧，一晃是13年之前了。那天的5月12号应该是下午大约3点左右吧，我当时在北京上班，是在雍和大厦啊，就在雍和宫附近有一个雍和大厦，在二环那边。然后下午3点左右，然后就听到咚的一声哈、啊，从这拐吧，听到咚的一声哈、啊，就感觉这个楼，感觉这个楼整体咚的晃了一下啊，很明显的这个震感啊。当时我们那个楼层，我当时还没在我的办公室啊，我是去楼下。那个我们那个办公楼到楼下去办事儿啊，就是我们那个部门啊，就是好像涉及财会方面的一些事情吧。我就看着那个有一个女的就害怕了，马上就下楼就要逃跑那种的啊。但是有大多数人还也没慌张啊，就是说他有一个马上就走了，就下楼了，跑了啊。我们的楼是我们是在13楼，他们是在12楼啊，好像是具体不知道怎么跑的了，怎么跑的不知道了，反正就是他马上他就跑了。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有人来我们这边来问啊，就是说登记啊，说有没有家是汶川或者北川的啊，就是登记啊这样的。后来知道是那边地震了啊，所以四川那次汶川那个地震在北京震感也是非常明显的，咚的一声啊，就像以前唐山在1976年地震的时候，然后北京那边有些房子也都瘫了啊，就是倒了，这边碰到一个校车。今天回应一位朋友的留言，他是在美国这边有绿卡，然后他的母亲呢在中国的广东省这边，然后他问我说如果想申请母亲来美国的话怎么申请啊，就是说大体是申请母亲来美国探亲什么的啊。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说我只能说泛泛的谈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吧。本身我已经离开律所好久了，所以对最新的一些规定不太知道，但是只能知道个大概啊。一般来说，如果绿卡持有者啊，他在美国他申请父母来美国的话探亲的话，那么一般写一个邀请信啊，写一下这个理由，对吧，证明说父母呢有这一个理由来美国探亲什么的。之后呢按照常规就是填 DS-160 表格啊，要求填的非常详细，而且还要求上传母亲的照片，并且要把最近一些年的一些居住地址变化情况呀，工作情况，应该是退休了吧，我猜啊。反正就是那个表格是非常详细的，它是一个英文为主的表格，但是你可以在右上角选那个中文啊，这样之后呢你的鼠标放在哪一行呢，那么哪一行相应的中文就会弹出来啊，就是让你顺利的去填。并且这个表格在填的时候呢不能拖得太久啊，假定你有10几分钟20几分钟这个页面一直没有变化，那么它可能就退出了。并且在填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呢是把里边的一些信息把它记在本上啊，或者及时的把它保存啊，因为你提交表格之后你要再找这个表格找不到啊。我当时是把那个表格保存在电脑桌面上，但是呢不幸的是我那个电脑后来遇到病毒了，电脑桌面那东西全丢了。之后呢我就想着去再到这个系统里去找这个填的 DS-160 的这个内容，找不到了，没有了。所以我的建议呢是最好随填随把这个基本的一些年月日啦，一些重要的信息呀，把它记在本上，对吧，啊，这样比较稳妥，以后到了美国这边比如说在申请绿卡呀或者申请其他一些移民身份的时候，这些信息还会反复的再填啊。如果你这次填的跟以后填的不一样啊，有矛盾，那么就比较麻烦啊。
之后呢，基本就这样吧，还要交费啊，交费，现在交多少钱不太知道啊。另外，我觉得可能会是在广州领事馆那边啊，那边面签，有没有开我还不太知道啊。反正最近是美国的疫情，基本上好像到7月4号，今天是五月份啊，到7月4号可能逐渐的各行业都要全面恢复了吧。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吧，算是。所以呢，可能应该广州领事馆据说好像陆续的也都开了啊，就是有些业务是不是开了，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目前可能回应的只是这么多，因为毕竟好久没有接触移民业务了。以前曾经在移民律所工作过，但是已经好久离开那边了啊，现在已经完全是退出江湖了。对于现在反正好多从中国来美国的朋友呢，反正我觉得有一点可以适用的是，如果说假定很快批准了，那么假定很快来呢，那么现在好像还得需要适用那种，比如说在一些第三国，然后停顿14天。哦，这个女士拿这个框，停顿14天啊，有的是在柬埔寨停顿14天，有的是在土耳其，然后有的是在澳门。哎，但是澳门它是怎么停留14？澳门好像只能待7天吗？反正各有各的方法吧。就是现在好，直飞可能还是有点难吧。然后对于有些因为疫情没有及时回美国的这些绿卡持有者，现在好像还是可以的啊，可以回啊，虽然过期了但是也可以回，因为现在是疫情方面吧，还是比较宽松啊。但是如果过期时间太长了就不可以了，因为美国这边它规定是绿卡持有者必须说一年得有至少半年在美国这待着，对吧？如果你一年多连续都在中国啊，或者在美国之外，那么你没有回美国，那么那绿卡可能会被吊销。一旦绿卡吊销了就得去移民法庭，很麻烦啊。所以呢，我所能解答的好像暂时就这么多。然后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呢，可以就是因为在旧金山，因为他在旧金山嘛，旧金山这边呢实际上是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在唐人街有一些华人的一些代办绿卡的，或者说申请这些啊，他们可以申请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好吧，再见啊，拜拜。因为的确是有点时间太久了，就是离开律所时间太久了，对有些新的不太了解，只能泛泛的这样的解答一下好吗？希望一切都顺利啊。好了，拜拜拜拜。